行不就？就是光抽那个花戒指小汽车。用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，是我的谁？这人真倔，感受不出。这类歌的小风车，及时止损啊！建议抽抽行不行？谢谢，哦哟，可以。谢谢那个的空中缆车，谢谢哥。天哪，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那个，谢谢那个的空中缆车。我们的爱就就像雨水。看咱这个二星、啊、好死我，你出现在我时的，真的就是你看我过户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我差不多十几个小时连轴转，我总不能周星连个三星都不到吧，对吧？我真的会伤心。我真的会伤心。他妈的，为什么没时间看？你不是辞职吗？雨下中月，我的温柔清晨，你出现在我时的面。今天天涯哥来了，我真他妈，人家还给我黑屏打了卡，非常内疚，我可以说是。纯纯好大哥，我直接给他哭一个吧，还是走流程。雨下整夜，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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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是用户的七月再见的热情冷却，你吃、哦、我真吃饱，我他妈，你问他们，我今天吃了一晚上，我绝对不沾吹牛逼的，我真吃了一晚上，快吃死我了，也不是吃死，就挺好吃的，就想一直吃，就真挺好吃的。就我以前也吃过鸵鸟肉啊，但是是炖的，它不是烤的。我巧烤的真香，可能是那个料香吧。什么东西？你说啥呀？啊，来了呀，但是明天就走了，没跟你要签名，没有笔。有人说过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没有搜，好像是他吧，忘记了，记不清。曾轶可，嗯，没有，真挺好吃的。我操，我一个劲猛炫，好吧。过二星吧，我想睡觉。
我搜一下哈。他是不是很久没有烤过串了？他好像被封杀了。这边网真不行，但是我这个电信卡不卡，能去死吗？那个，你怎么还不死啊？你不死我浑身难受。像你妈，快死！欢迎狗哥。因为外面真的很冷啊，放你那屁！我现在直播间都是人家家水友，我说人家坏，不是我说别人坏话干什么呀？为什么像宋轶呢？可能我现实不像宋轶，但是那个啥，上镜像吧，有这种可能。什么开心吗？就挺累的，但是挺好玩的。为什么凌晨三点洗碗？凌晨三点我都不吃饭了。回来我可以搜搜这个。二星过一过，我想睡觉了，家人们。谢谢小熊的同心卡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。妈的，别人直播间没有美颜，人家也说我像，你别狗叫行不行？你狗叫，你在我直播间狗叫，你怎么想？你是觉得我不会封你吗？谁给你的勇气？真的。不要骂，牛三脾气可好，真的，我现在很少骂人，你别逼我，我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的，我劝你别挑战我。拜拜，擦，能不能像个好人呢？挺喜欢听我骂人的是吧？还有你，你别觉得你卡上我牌子，我就不会不骂你啊。你挺膨胀，就是越骂越兴奋，对吧？就是犯贱，装还有别，那狗别整这个不值钱这个死样子，行吗？求你。跟我整那个不值钱的出，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。哎，继续继续，月夜凤凰见石头的鸳鸯戏水，谢谢哥。没有，他骂第一句我不会疯的，他要是。疯狂挑战我，我就给他骂一骂他，他还挑战我，我再就是尝试给他关进狗笼子。我看我要是骂不过我就给他关进去，我要是骂得过后我就不疯他了。又擦肩而过，挺坚持的。是吗？房管儿，要不你们开个房管儿再骂我。反正今晚你想去啥玩住玩。真的吗？上 Q 什么展台？他们喝多少了呀？上头了？
点名表扬怎么表扬的？怎么表扬的呀？信吗？信吗？我听听。就他妈的，对，我听听啊，我听听。最怕啥呢？就是老公粉爆炸那种。哈哈，我没有，这都他妈很尴尬。然后老公粉啪微信，你干嘛呢？你看录音机，注意点。我听听。不是我内心上我很不是我内心上我很理解女嘉宾的心情，但是我内心上既然这样，既然这样，就别出来呗。就是，我在直播间我也说，真的太耽误时间了，来不及了，就是后面还要做饭什么的。你别干直播，就想去也来不及，是吧？你给他而且就是我感觉我生理期快到了吧，不太适合这么凉的水。对吧？你要让他干这活，你又养不了他，然后你还支配我之前说过这话，我说这个我们必要。那个是。这不行啊，那我给你整点瘦的吧。有这里还有，我踢点没事。这是对于我来说，这都是基本操作。我干了实打实。没有，他们不是说三年，必须夸我呢？我不想听听吗？可以的。真的吗？欠瘦的，我觉得你们愿意吃点带筋的，我给你整点带筋。别这样呗。我整点呗。没有。吃嘛，就他们真快上来了，就是时间也不早了，今天也挺累的。对，他还在喝。我之前咋些呢？连这儿带这儿，你带一下。他妈也在烤，真牛啊！好，他下次再夸我，你们再告诉我啊、哦。就超管和，是超管啊，那个叶走了，我以为他在跟叶子喝。明天走，别吧，明天有事，明天还要那个，就是做任务啊什么的，还要就是。好好工作，努力学习，锻炼身体，讲究卫生。嘿嘿，高度评价。我也靠不住了，我就在等这个星星过。就是真的，周星起码是个三星，要不然我真的，我下个周热度我都不知道能有多少。我反正就是不太喜欢喝酒，因为我感觉不好喝。还有不再眷恋的海，缘分转来风不愁。如果有烟瘾的话，谁能这么长时间不抽一根？我多长时间了？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不想。是不是有瘾？纹身瘾。明明就他比较温柔。不玩，你不睡觉吗？但是我说就是东北，我不知道怎样哈，
反正山东那边夜生活极其不丰富，晚上，哎呦，我真的醉了。高低也是个二线，反正烟台真的是无语。他嘴厉害，他嘴就真的，这个东西是硬件问题，我感觉这个东西不去理。我就在用你的消息撑到微笑。那有帅气哥哥愿意把明天的烟钱甩给我吗？正好借个烟。明明就特别人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事太多，我不会戳破。死出去！不用抉择。他好像揭盖可以扫码，那你把饭钱发给我，扫个码看能不能中个奖。我不会戳破。山洞只有线移动卡信号可以。谁他妈有移动卡呀？有一段很难走的山路，务必长裤运动鞋，我真的傻了。那我他妈明天还得穿这条裤子呗。真的麻了，这马还扫不上，你死不死啊？去死！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就带了一条长裤。有色渲染是泥土，因为被私藏。我问草管，真的务必。哎，但是我真的怕蚊子咬死我。我以为做饭呢，还是他就老老实实也是家，就老老实实做饭。我真后悔没带那条裤子。我原本想带两条长裤的，我真的，裤子这个东西能随便剪吗？等最后一天的时候穿短裤吧，对。谁他妈借裤子？我里面穿的衣服都是，就这种，有在一天一换，但是裤子我真的换不了。去死那个！我真的谢，我真的会谢，谢关注。下播不就西移了吗？就是，但是我怕，就是他们老说我，我就很无语。那我还能就是。那么热个天，也不是说那么热个天吧，就是那么多就是蚊子就是虫子的情况下，我肯定要穿长裤啊。天青色的烟雨
好我在等你，却也没有留神几个人亲吻。欢迎蓝七哥，争吵的飘逸，好久不见，铁子。为什么会就是带球说有节奏？就是我说一句我操，他们就跟着说我操了。这款是什么鬼？干什么呀？天青色的烟雨，改名改800年了呗。写。真的，把这条裤子抽了吧。有山雪的青花瓷，怎么最美丽？就是我感觉，如果去云南那边做节目，一定很好玩，就吃蘑菇，就搏一搏。有传世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，你眼的笑意。他们还没睡呢，我都能听到他们卸礼物的声音。你他妈怎么知道舌头不多？你装的跟真实似的。二星过一过，我真的他妈腻了，我想睡觉啊，我眼睛睁不开了，还有两天。本来刷个飞机，我一定好好舔你。用户体验感十足。永远低着对白，对稍微硬一点牛仔裤都会有那个很就是褶皱，能他妈死吗？可以啊，刷个飞机。干声优雄刷个飞机吧，要不然我他妈想办死你。也行，我没去过东北，希望下一次还会叫我。Thank you， 我真的想给他关进狗笼子。我劝你，我真要动手了。我犯贱。六年的，那不然呢？妈的，他有牌子啊！算了，忍他一次吧。我操！你自己看你弹幕，你不觉得？懒得说你。
你自己看那个弹幕啊，快去死吧那个。那自己死吧，那个火速给我过个二星，没事儿，你要想道歉的话你可以刷飞机。因为我想下播，我操，我都复播多久了？我复播没有四个月，也有三个月了。妈的不死变态吗？要死去！我直播间，你直播间。死出来打一架那个。死我了，我真服了。不会让他去哪儿，不会让他去死、啊、肯定会让他，不会叫回哪儿啊，我先去留了。玩抛石，滚，赶紧滚！你上次要是不滚我的，我死也把那个击崩了。就你他妈活脱脱滚刀狗，快死！老滚老狗，把狗叫开了。能啊？真的还有室内的，你要是开了的话，我就去了。快去死！我他妈哪知道他关门了？他下面也没有写暂停页。你别逼我骂你、啊。
你跟狗一样，我他妈到了你反悔了。为什么？快死吧，这个纸牌他妈的是你斗地主输上来的，能不能滚啊。能不能火速再来个十手？人皮飞机也行。这班我是一天都不想上。经过整个月哎，这咋地，我真注意你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班。姐姐是什么鬼呀？草草不吃的肝硬化了，挺好的呀。我操，真属于真属于真不错，而且就是也开得起玩笑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感觉他情商很高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怎么这样子？妈的，这周百元榜还能满，是我没想到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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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的，我没去的时候你忽悠忽悠我也算了，你现在还挺蛮忽悠我。谢谢飞飞哥的克拉马车，还有克拉嘉年华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别管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飞飞哥，飞飞哥真的是泪狗的再生父母，
我泪狗生生世世为飞飞哥马首是瞻，势必泪狗势必给八王妃当一辈子的儿。雪飞飞哥，睡觉睡觉。谢谢飞飞哥，谢谢泪狗，谢谢盖世英雄，谢谢小熊，滚！